大家晚上好，好，哎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谢谢常宽老师的歌真好听啊！我是个脱口秀演员啊，大家看过脱口秀吗？看过，看过。其实脱口秀演员啊，有个苦恼，我不知道宽哥有没有啊，就是朋友聚会啊这种的时候，他听说你的身份，比如说啊你是歌手啊，唱两句，对吧？有这种困扰，但是可能我腕儿比较大，一般请我吃饭的人他不敢有这要求。我们不行的，就是说啊，你是脱口秀演员啊，来两段是吧？脱口秀真的来不了，没有观众，没有铺垫，来不了，对吧？你不能说我干什么的，聚会就给你来什么，对吧？我要是个护士，我给你来两针啊，对吧？来不了，特别难啊。那今天这个主题啊，是我的前半生。 我第一个能想起来的，其实我从小是想当歌手的，啊，我的偶像是谁呢？大家很熟悉，张学友，哦，对吧？很熟悉吧？张学友吧，他特别厉害，歌神嘛，好歌无数啊，跟宽哥一样多，对不对？好歌无数，最厉害的不是这个啊，张学友最厉害的是他每次开演唱会就能抓一堆逃犯，你们看过这个新闻吗？一开演唱会就抓一堆逃犯，就特别神奇。最厉害啊，是在有一年合肥那场演唱会。 直接捣毁一个25人的团伙，你压根儿不知道这帮人怎么想的，对不对？这帮人怎么想的呀？可能那天早上大哥跑那儿去，兄弟们，家伙都放下，我们今天不弄人。那小弟就懵了呀，大哥，我们今天我们坏人呢，我们不干坏事，我们干嘛去啊？走，团建。团建，不然怎么能一锅端，对不对？张学友唱歌啊，如果是粉丝的人一定知道，他有一个习惯动作，你们知道吗？他唱到。 情到深处的时候，喜欢翘兰花指，对不对？是吧？一唱到那个，就开始来了。哦，长发虽美红，玉冰虽巴东，各种有某首虚话，或谁我听巴东。哦，对吧？我不明白，以前前两年就懂了呀，这儿有一个，这儿有一个，那儿还有一个呢。 对，那警察一听，哎，收到，哎，就去那位演唱会堵那逃犯了是吧？后边那喊，里面的逃犯都听着，都听着，放下你们手中的荧光棒，出来投降。你是那个逃犯，你怎么想？大哥，我们看个演唱会吗？怎么这么倒霉的是吧？看个演唱会，我们团建吗？怎么搞成团灭了呢？哎，张学友就厉害，特别想成为那样的歌手。就说到前半生，我第一个就是想到我要当歌手。 第二个，其实我很少跟外人讲起，演出也很少讲，就是因为我小时候真的不幸福，我父母关系不好，啊，他们经常吵架，特别我高中的时候，他们经常吵架，他们甚至说过这样的话，对我说的啊，说，考上大学我们就离婚。我十几岁，我压力多大呀！你思考我是填那答题卡，我感觉填的不是答题卡，我填的离婚协议，对不对？ 像那些高考冲刺标语，大家挺熟，对不对？只要学不死，就往死里学，累死你一个，幸福你一家，啊！到我这儿不一样了，到我这儿全变了，到我这儿宁挂一门课，不拆一桩婚。我太难受了，我想过要不放弃算了，对吧？高考我放弃了，你们吵吧，放弃了，但也不行，他们肯定要逼着我学习，逼着我高考，对吧？我要是考不好，他们可能很吓人啊，可能就要白头偕老了。 其实这个忙我也不是很想帮，我真的也不是很想帮哈。这就是我的前半生，谢谢潘哥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这小哥，谢谢。他说的这段挺怪的哈，挺荒诞的。对对对，超级。而且我觉得其实对他来讲有难度，因为你我觉得你是广东人是吧？贵州的，贵州啊，对，所以在他们呢要说成这种普通话很标准的去讲，哎，脱口秀讲笑话，甚至到相声，对他们来讲是很难的。对，哎，所以我倒是建议啊，你可以故意的来那种就是那个老广的口音讲这脱口秀，戏不戏啦？这样就好多了。我把马怎么着怎么着，可能这样。 反正也不知道怎么弄得成啊，这什么话呢？这是这是呢？哎，可能是有时候你有这种口音，反而在我们听起来有意思，可爱，更有意思，对。